Струйкой дым понесло тишина, запечалилась в небе луна. Ну и пусть мне печаль не страшна, главное, что есть ты у меня.叫池恒斌，北京人。都说长在皇城根下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懒，生活就是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。但是呢，家里对高考这件事呢还是比较重视，如果考不上清华北大就不叫上大学。他上高中的时候吧，他去的是一个职高学计算机。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你根本就考不上，我看他那样也是迷茫，清华北大的都找不着职业，你上一般的破学校你怎么找职业？我这个自认为优秀的孩子却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。从小学过琴，上过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看上去我好像学过很多东西，但内心还是迷茫的。除了画画这件事，绘画它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，很平凡的东西中把它的这种美挖掘出来了。我说那你就画画怎么样？他说行。他眼睛就跟我一说有点亮。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，画笔点亮了生活的灯，眼前的事物渐渐清晰，我爱这样的表达。那有一个人给我打一电话说，您是成斌家长模式啊，列宾美院录取他了。他在那儿考上之后啊，他得到列宾美院去预科一年，包括语言包括绘画，最终你要过关的。得到这个消息脑子就是有一停顿的一个空白，先是意外，然后冷静下来仔细想了一下，面对这个挑战需要做一些什么。在他刚到俄罗斯之初我们就认识了，那我们在一个学院，只不过我在雕塑系，他是油画系的。出国前呢，那绝对是列宾美院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的，总是有各种憧憬对那儿。他这个艺术氛围是进入到这个人的生活中的，就是一个艺术之都。列宾美院的其他专业中国人倒不少，油画系非常少。油画系入系是非常难非常难的，它是王牌专业。到那儿以后的那种心理的那种压抑感是很浓厚的，很多人都受不了了。我们这当中也有很多人没有毕业，或者是没有成为正式的学生就回国了。困难除了这个语言方面还有生活方面，就是一切靠你自己与当地人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形式，从零学起。池恒斌不太在乎外部的生存环境，不管大家怎么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总是很稳定。八年应该是得到了非常棒的历练。到俄罗斯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博物馆。在俄罗斯留学呀，不单纯是在学校里学。这个列宾美院对面是埃勒米大寺，再往涅瓦街上走，俄罗斯博物馆，那里有太多优秀作品了，亲自临摹大师的作品。俄罗斯这个博物馆呢，什么时候去，这些画就永远在里边陈列。对于学习绘画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你可以反复的来观摩学习。节假日呢，我喝酒的时候比较多，
他呢在博物馆的时候比较多。如果身上有5块钱的话，那我大概应该有是4块钱应该投入在这个对艺术的这个欣赏方面的。这样的一切让我兴奋，也让我痴迷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柴可夫斯基、苏里科夫，这是生活，这是闪耀着光芒的艺术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博物馆参观的时候，无意中看见一幅画，挺吸引我的。它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乡村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两个俄罗斯的这个夫妻也停在这幅画前面了。是因为这幅画呢，就描绘的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家乡。当时我就有一种迫切的心情，想也到这个地方看一看。大自然才是一幅最美的画作。这里吹过的风，散射着的阳光，荡漾的波浪，变化着的云朵，它们一笔一笔地构成了这幅画最美的模样。大自然对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导师，绘画的这些热情都是大自然给我的。画家要走出去，把这个瞬息万变的这种大自然的光的色彩表现出来，不是说就是到俄罗斯呢就是复制它这个自然，了解这个俄罗斯民族这种个性，也是对俄罗斯整个这民族的艺术来说也是一非常大的一个学习。艺术家所笔下的表现的自然比照相机照出来的图像呢更加的真实，就更有这个魅力。绘画首先要给人一个冲击力，利用绘画语言去表现自然，这样才能够让这个作品真正达到看起来很真实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自然去呈现的这样一种真实。他的毕业创作是两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个他母亲一个孩子，那个创意是非常棒非常棒，而且画得也非常好，印象非常深，应该是完全继承了俄罗斯的那个现实主义这条路。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学生，也正因为他传统，我觉得他做事呢也有他传统的味道，舍得花功夫，愿意跟老师去学，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个青年人。走出白桦林，走进黑土地，画家要置身于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，他的作品才会发光。学习完了要回国，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来继续自己的这个艺术创作。通过学习油画，我发现了光的魅力。有黑暗的地方就会有光，在你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永远有希望的。